最合善的。
只是讲的比较激烈，可以修正，不代表说他是错的。
5月10号，劳伦斯号驱逐舰
那如果台湾被中国的部分，
Thank you.
他在太空到了两年，只不过是说，他从太空到了两年，一天，比如说下来，这也是路人，一下来，哇，他们就从空中经过，竟然顺利的可以从太空直接下到地面里。
最新研发的一个 X3，所以 X2 的那个